找找找，在这里，在这里，对对对，亲妈妈，对对，找找，奶奶在哪里？大家好，我们是绝代双 Q， 我是大 K 中岳，小 Q 维林，有迷你 Q Henry， 球球在哪里？球球，我们今天在哪里？对，很漂亮，对不对？我们今天好像要再结一次婚的感觉。对，一直拍婚纱，一直拍写真。对啊，但今天有一个非常特别，然后有一个纪念性的写真，就是呢，我要来拍哺乳写真了。对，然后也是想说，差不多要让迷你 Q 断奶。对的时间会有点舍不得，所以要来做一个纪念，然后就想说来拍写真。对，然后我们今天是特别跑到台中，然后我们来到这个台中的亲爱的荔枝，然后我们找他们来帮我们拍哺乳写真，然后他们的团队真的都是超专业，有一个独栋的工作室，对啊，超漂亮的，对啊对啊，然后我们就来这边拍拍看，而且我今天可能会拍四五套，还有这么厉害哦？对，他这里就直接有衣服可以直接换，所以你也都不用带衣服。那我们拍好看的照片好不好？球球，球球，你要不要拍和内内照片？球球，满脑子都是球球。好，那我们就开始拍摄吧。好。妈妈，你可以看着他，看着他，对对对。盖起来吧，盖不盖？我们来盖起来，不要赖床。赖床，赖床，咦？哎呦，妈妈，我们赖床。再看你，先拿完。好，很好。非常的。哦，那是什么？那是什么？妈妈。是妈妈吗？不是妈妈啦。是妈妈吗？你在干嘛？在一起躺着吗？我去躺躺好不好？妈妈嘞，要躺着。躺这里，妈妈嘞。哇！这里 ，Thank you， 你忘了？哎呀！再一次，
是。大家看宝贝，很美哦！佳佳，再帮我添多一点。好喝吗？好漂亮！妈妈头再往右边倒多一点。对对对对，手手帮我放下来一点，右手也再下来一点。对对对对，很好。哦，佳佳小可爱，佳佳棒，佳佳棒，没有个性的喝。哎，好高，好高！哎，宝宝，不行，不行，不行！我要亲了，哎，亲亲亲！好妈妈，哎，哇，哇，好妹妹！花花在哪里？花花嘞，我在上面，好，可以，很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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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我再看一次，宝贝。I won't say okay, I made it look the way I'm saying you deserved it Sometimes it just happens that way Sooner or later We can be 我发现带 Q 拍要越来越难了，其实我们平常拍一些图文就很难拍，然后更何况今天要有指定的动作，其实有点困难。对啊，但是应该还算越来越有抓到技巧。对对啊，因为我觉得摄影师跟安抚师都很会逗小孩。对啊，它可以让米 Q 小，平常都是我们拍都拍不到，然后他就是赶，我们就赶快抓来拍这样，然后安抚师就可以让他有笑容，我觉得吧。帮我把他抱走就好了。好，好，好，妈咪小心一点，家长，长在这里，在这里，在这里，是妈妈。妹妹，长，妹妹在哪里？妹妹，哦，妹妹，妹妹，妹妹，妈妈可以吗？妹妹，好，这里，这里，这里，自己来。好，爸爸妈妈互看一下这一帮，对啊，哎呦，可以，好可爱哟，好可爱，再一次一二三，哇，好可爱 ，OK， 可以，哇，好棒，好棒，好棒，爸爸放下来，对对对对，啊，放放放放放，哎呀，他再一次要拿两个，好有。Survivor, and you'll never find yourself in love. You're
wise enough. I got troubles, I got sins, I'm my worst enemy. But I still got a lot to give. So I said, hey, don't you worry. 是满足的笑容吗？怎么这么可爱？好了，我们拍完了。哦，很赞。对啊，五套哎，五套，超级多套，但是很快。我们拍完的时间现在才2:42。对，2:30拍完。对，大概从11点。11点多开始拍，差不多。然后 Q 真的拍到最后一套，直接睡着。对，太累了。很赞哦，而且我觉得蛮轻，对，真的超级的准备。这次还有高难度动作。对。然后我觉得说它的每一个景。都很特别，然后我们每次上换装完再下去之后，就是不一样的景。对，五套的搭配跟五套的景。对对，我觉得他这个这边的摄影棚是，真的是台北比不上的。哦，因为台中空间比较大，是真的。对，而且它的变换很多，对，然后又是很明亮的。对，因为我们觉得我们之前拍的很多实景都是，其实它就是只能这样子。然后它这边变化超多，也有背景纸，然后也有实景，然后它有它的花都是用真花，然后去做旁边的花艺布置，所以整个背景都很美。对，但我刚才抱着那个花，真的是真花，真花哎、欸，还冰冰的，拍起来很舒服，然后又有专门的安抚师在旁边陪个 mini Q 玩，我们完全不用顾。而且我觉得有个重点就是这边团队全部都是女生，所以你拍起来就很放心。哦，对啊，就很安心、啊。男生就很 care 说有其他，假如拍这种比较隐私的孕妇绝症或是哺乳血症，如果是男摄影师，其实妈妈会不自在，爸爸也会不放心。对对对对 对。所以如果有全女生的团队，拍起来是很舒服自在，然后又很放松的。
对啊，所以我觉得这次拍体验真的很棒哎。对啊，虽然跑一趟台中，但是来玩一天。对啊，刚好来玩啊。对啊，所以我一开始还很犹豫。对，因为台中好远啊，但是。但是结果到今天拍这个成品，我就觉得真的很棒。嗯，因为他这里连小朋友的服装都有，然后妈妈的礼服也都是，你可以在这边现场，你想随时换就直接换。对，礼服很多，小朋友的礼服、小朋友的服装也有。对，然后也不用特别，你还要另外跑一趟先去试礼服。对。对，有些上次我们的有一些就是要这样，你要先去试礼服再拍，这家直接这边一条龙全部搞定。对，就整个团队很大。对啊，然后这里的环境又很舒服，还有哺乳室。嗯，对啊，所以就是真的很好，我觉得这个很推荐大家来。对，他其实我上次有问他说，他其实可以到台北、或者到其他县市去拍、但是他说到其他县市他就没有那么隐私的空间、他跟他的场景没有那么多变换、所以也是比较麻烦，但我觉得来这边拍真的很棒。对，很推荐大家来这个亲爱的历史拍。对啊，特别期待那个倒立那一套。倒立那套真的用上我的那个老绝活。这里是不只有哺乳写真，它有孕妇写真，对，还有新生儿写真，然后还有全家福。嗯，对啊，我觉得这里真的很棒，很推荐大家来，真的很赞，好期待哟，好期待，好期待。嗯，那我们今天影片就到这边喽。喜欢我们影片，记得按赞、订阅、分享、留言、开铃铛。那我们下次见，拜拜。啊，我们会把亲爱的第四的资讯放在底下，大家赶快推荐起来，不然。档期会约不到，对，白云就先约起来啊，对啊，对，赶快约起来，那真的档期也满的，对，好，拜拜。